为了殿下照顾，我算起是有惊无险。如今点在雕哥下军红龙，东部军烟，我黄威虎是武将出身了。在世界里，朝军烟上不可怠慢。今次是三人到一齐，应该明了我两位水先生啊。黄龙与董小姐，将军随后前往来去驾场。上山出门，你莫以为我，既是设备准备备马，落在驾场，朝军就是马拉呀。